其实，但是很容易，哎，你这种憋巨魔的很容易把自己憋死，到吧？讲道理啊。大仙挺有味儿的，那当然，我整个人都香的，你看闻一闻。哎，怎么一天到晚直播间就不请点人让我攻杀呀？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这个游戏有手游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现在我估计在研制中，它那个太大了。哎，真的是 DOTA 哦，不，魔兽争霸孵化了好多东西啊。原来 DOTA 就是魔兽争霸的一个 RPG， 然后被拎出来了。这感觉 DOTA 自走棋，到时候也要从 DOTA 2里面单独拎出来吧？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呀。这个游戏单拎出来绝对能火啊！它现在就是太复杂了。你估计你这个 DOTA 2注册，你就搞死一片人。我讲道理啊，可能我这个话不应该说。我觉得如果 DOTA 2丢给腾讯代理的话，说不定会很强。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简单了呀？有没有 DOTA 2玩家对我这个想法客观的评价一下？你总是在说腾讯太怎么样，骗钱是不是？太坑了，太氪金了。我真的是最近玩了一下那个传奇手游，我后来发现啊，马爸爸真好。有一说一啊，你不是，你又要注册 Steam， 你又要去搞那个完美通行证，哇，来回切，太可怕了。那就要氪金了。你现在还不在氪，你玩 DOTA 2，你买一些什么质保，那乱七八糟的。你一开始总在骂，后来你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你发现，哎，还挺好的。对不对？舔了一波马哥还好，有一说一，最早的时候还不是喜欢玩 DOTA， 后来一开始还不是不想玩英雄联盟，后来没办法呀，登录方便啊，门槛低呀。你现在就是就长大了后，没有那么多歧视链了后，你发现再去玩这些东西，你看开了，你就觉得哎呀，还是有个好的代理商会好一点。你还是最终希望游戏好，这都是有这个情怀的人才会讲这个。我们还是谈巨魔流吧，对吧？那么大仙以前我也玩过 DOTA 吗？我以前玩 DOTA 的呀，我之前玩 DOTA， 后来玩英雄联盟嘛，再玩王者荣耀嘛，对吧？我就哎呦，一直我自己当时年纪小嘛，也一开始在鄙视，我说反补都没有，玩什么英雄联盟，对不对？后来同学都在打英雄联盟，你没办法呀，你最后玩游戏你还是讲究的一个社交啊，对吧？你班上同学都玩，你也没办法呀，是吧？他们当时诱惑我，你信不信你来英雄联盟我打死你。我当时玩 DOTA 玩得很开心，他给我来这么一句，他说你那个游戏一点都不厉害，你信不信我在英雄联盟教育你。后来我过去把他捶了一顿，他说哎，大哥真厉害，以后天天让我带他玩。我就沉迷于这种别人是吧，这个捧我的这种喜悦之中，然后我就天天跟他们打英雄联盟去了。然后后来上班了，大家都打 PC 端的游戏太少了，都打王者荣耀了嘛，就这么个故事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差不多的故事啊。这是真实的，那肯定真实啊，我这会骗你嘛。所以说你不要跟我说什么鄙视链这种问题，这个大家都是细谈的。你现在长大了后，这些东西都还好，之前有一段时间吵得特别凶，后来就还好，后来发现游戏好玩就行。月棋不拿，我不知道月棋怎么玩啊。骑士流要拿月棋吗？我还是打地精吧，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地精的，我觉得地精最稳，也最简单。秀一把卡尔。我之前打 SF 的好吧，啊，虽然我现在不敢提。
高中的时候也喜欢炒事呀。你现在玩 DOTA 的人长大了后都还好，之前喜欢炒一炒，现在还有谁炒？游戏好玩就行了。嗯，啊，你现在不就是打 DOTA 的？哎，发现 DOTA 有什么好玩的模式，然后看到这个 DOTA 很多人知道了后，你还是很开心的呀。毕竟早期玩的游戏，你还是有感情在里面的呀。原来天天在那个 YY 上面找别人打那个打什么局啊？我特别有点忘了。啊，当时都经历过好多这个。经历过那个好多版本的呀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从那个从浩方到 VS 到那个一一，一波一波的，这都是有感情的呀。嗯，那你真是从小皮到大打父子局，没有，有打过这样的父子局，打完了后那个人也挺耿直的，直接爸爸两个字然后就退了。挺有意思的。后来你发现这个哥们挺好的，就是认祖服输嘛，你就觉得人家挺可爱的，后来大家就一起玩了。CW 好像是的吧。啊，当时还有一种很奇怪的风气的，有的时候这个竞技游戏你发现有两个老板一天到晚叫五个人互相打。就浩方有一个房间会特别哦，当时是 VS 有个房间会特别厉害，就是所有的高手都在里面玩，然后有那种稍微有钱一点的公子哥，他会干嘛呢？他会自己打不过，然后但是跟别人刚起来了，然后他会叫五个人去跟别人刚，然后对面有个老板，然后你发现两个老板对着喷，后来就叫下面的人疯狂打，是这么个格局。嗯 ，VS 一房啊，是的。看你们都知道嘛。做好了传奇呢，哎呦我就瞎玩了。哟，我应该上英雄了，我傻了。啊，我不跟你们聊了呀，再聊我要聊崩了呀。不玩王者的大仙是没有灵魂的，还好。你下午看看我玩这个，晚上再看我玩打王者嘛。升人口忘记了。你看现在打 DOTA 的人都比较友好了，都没有说要喷什么的。我是不是要打骑士流？哦，别打骑士流了，我就还是。啊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就很喜欢那个熊德，我忍不住要玩熊德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怕自己也是有毒，我就觉得那个熊又好出。想看我打王者，你直接晚上打就好了呀，晚上七点半打王者嘛，下午的时候，什么大仙你的影魔三炮准吗？我觉得我还可以，当时。是6.68还是6.48？那个跳刀很厉害的版本，我觉得我那个跳压很蠢的，好吗？经常打完了后，我的队友都觉得我六，但现在肯定不行了，现在玩不了。大哥喊你去攻杀，你别让我做这么多事情，好吗？我现在混着就行了吧，混着就行了。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走骑士啊，这三骑士都出来了，我三个一点就直接可以上骑士了呀。要这样干嘛？我把地精全部一卖，换三骑士，试一试，行不行？行。哎，我啊，操作不过来，哎，傻了。哎。这个骑士流是不是我这样玩？我还是不要搞了吧。不要。船长要，我不喜欢船长，我喜欢 SF。我是不是把地精一卖，然后上这三个骑士就好了呀？骑士没龙骑就是弟弟。这一天到晚这么多弟弟，
上不上啊？上骑士。手速不行啊，我真的反应不过来啊，我这个游戏理解不行啊。把地精全部一，我现在是不是把地精一卖就有了？可以，巨魔骑士，我起飞了。巨魔骑士不太好，我出了这个巨魔骑士，你要给我说这个？行不行？巨魔骑士，这行个鬼！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哎，这巨魔其实太弱了吧，还不如地精。我炸了！哎，你瞎教？可以的，兄弟。巨魔骑士天下无敌，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我现在被暗着打了，兄弟。没有龙骑士不行，那你让我转，我这一波把自己转崩了呀。我好像又没崩。看谁啊？就这样吧，先去挨打，挨打把毒丢了后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就这样。是的，这什么有用吗？跟他干可以，兄弟，我这个运气起来了，有东西的，好的厉害，看到没？巨魔三骑士还是有点厉害的，这人什么骑主？我作为全场第一名，有办法，你看不懂？不愧是骑仙，我还是有点水平的吧。小老弟，我这一把是不是赢了？巨魔骑士流，我这要换啥？揉不揉？不揉吧，揉了就炸了。揉不揉？揉不揉？揉一下，很舒服，什么都没有。早知道不揉了，哎呦，我真的好烦。OK。无所谓了，现在场面上没有人打得过我，好吧？骑士八段有没有什么 ？OK， 这些人都不足为惧。又瞎交，我揉了跟我说存钱，太真实了吧你们？不慌，出个冰心，哎，行吧，就这样吧，稳一手，朋友。网棍啊，我是不是要给这些人呢？我留给巨魔吧，这个可以给吧，给个爪子给那个月骑。这游戏是要下多塔二盒子吗？啊，太逗了，就是我就挺喜欢有些人真的是特别皮。要下多塔二盒子吗？没用吧，这个卖了吧。我要电棍吗？怎么讲？都给巨魔。哎，问题是每一巨魔呀，我都给巨魔。我也知道要养巨魔啊，但是现在月骑是主力啊。我是不是要升级啊？别人单位是比我多一个，打得过688，打得过。啊，是吧？打。可以不会，这人怎么突然猛起来了？他是不是单位比我多一个？我要升级了吧？
合乐器，我合了呀，我这别吹呀，我这个二级乐器在我怎么合啊，老哥？德鲁伊都卖了，不要德鲁伊了吧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是不是应该留着一个理财啊？哈龙骑出来了，我是不是上天了？换哪一个下来啊？把这个恶魔换下来了，换这个还是换这个？好，恶魔比较厉害了，你走，你来。哎，哪个换下来啊？是混沌换下来还是龙骑换下来？不是说这个骑士流是要这个龙骑才厉害吗？不要龙骑！你哎，刚刚有个人跟我说，这个骑士流没龙骑就是个弟弟。反手我拿了一手龙骑，你告诉我龙骑是个废的。哎，你到底要我怎样吧？不要龙骑！哎，你别害我呀！我到底要不要龙骑啊？蝙蝠换你真的是，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很混乱。我在等巨魔啊！你要我把蝙蝠给换了，你别不要逗我了。龙骑没用，是骑士嘛？充钱了吧？龙骑要三龙，龙骑没用，卖了，可以存40块钱，就这样吧，稳一手。龙骑是乐骑的代替升级。行吧，那这三个骑士可以了吧？这四个骑士可以了吧？可以，打不打得过？小老弟，我这连败了。好，这一波炸了，一手弹弹乐有了，我就赢了。但是我想连跪啊，连败有补偿啊，让我输好吗？哎，这个盾太恶心了吧！可以 ，NEC 拿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拿 NEC 啊？哎，你别瞎教我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好烦。什么三术士？哎，可以，好像你说的好像又有道理啊！啊，我真的服了，有道理的呀，三术士是有道理的，我听进去了，巫医三术士。不行，我不要巫医，我要萨尔。我想起来了，三术士不行，你不能想太多啊！你这想凑的太多，很容易把自己弄猝死了，好不好？我虽然亡灵哟，双亡灵，哎，有道理啊！哇，真的是傻子！哎，谁跟我说三术士啊？两亡一减甲，好像也有道理啊！啊，不行啊，这道理太多了，你别跟我讲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就这样吧，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人打得过我，好吧，就这样苟住，问题不是很大，你别教我了，你想法太多了。啊，我又被按在地上打了，是的，打死一个不亏，掉了7滴血，我从排名第一变成排名第四了，就是你们瞎教。哎，你们不要让我想太多啊，我本来要打巨魔。我要打巨魔骑士流，现在都被扯到，现在都被扯到什么术士亡灵流了，你别闹了，好吧？观棋不语，我服了。哎，给我来个巨魔吧，不然我真的要暴毙了。小老哥，来不来？揉不揉？挨打吧。挨打！我这什么都没怎么玩。四骑士，四巨魔，两亡灵，三，你不会加一下吗？四骑士，四恶魔，在两亡灵那个不就？哦，对，表面上加起来好像等于十几个，好像最后十个英雄。完了，我炸了，这波我是打不过。我野怪打不过，我就可以去吃屎了。没了，爆炸！
我烦了。啊，我这野怪都没打过。有啦，拯救世界啦，朋友。升级吧，再不升要暴毙了。可以，就这样。起飞。到那里。好强。就这一波，四巨魔，四骑士，完美阵容，你有话说。与巨魔蝙蝠为这个衔接，骑士巨对吧？巨魔骑士衔接住四个，仅用七个英雄打出了两套阵容，打得过啊？在地上打好吧？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办法的，他不可能打赢我了，我这一套标准完美配置，是不是？打得赢啊？缺少一个控场，我看准这个情况，完了，怎么感觉呀呵，要炸了！哎呦，我讲不清道理了呀！完了，局面一度混乱。曾经在榜首的我，现在掉到了第四，不要紧，这个第一他不会玩，你看他这个阵容到后期绝对爆炸，好吧，第一不会玩，我们看看第二，没事，第二也不会玩，我们再看看第三，阵容毫无想法，没问题，然后到了我这里，阵容非常有想法，这把吃鸡吃定了，问题不大，从这一刻扭转乾坤，看到没，一切都好起来了，你这一波不刷一波好起来了，看到没？好，要翻盘了，电棍卖了呀！不行，我要攒着它过年。讲道理，怎么办？术士是不是拿一个？但我没有卫士塞了，我现在已经非常完美了，就这样吧。卖电棍，好，卖，我刷一下，如果出电棍了，我真的也咬死你了。OK， 没出，你活下来了。这里好起来了，你有办法，下一波再赢，再给我出两个骑士，可以。现在排行第五的人一经崛起，翱翔，朋友，你有办法，打得过。你看这个人，他排名第几？这人排名第二，他是一个丝毫没有灵魂的阵容，打得过我，是不是？可以，战士，这什么？这是四兽人三法师。哎呀，这个人是有想法的。完了，又得好好过日子了，朋友们。啊，我就知道不要卖这个电棍，真的是瞎搞。不卖电棍，不就一切都好起来了吗？你现在强行不让我好，我怎么玩？我要炸了！朋友，你把揉一下，死亡骑士有了，这讲不道理，死亡骑士啊，一个，那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再让我赢一把，好吧？再赢一把，他是谁？688，自己人还不来打，是不是？688自己人可以轻易送分，问题不大，这一波肯定赢了，哎，别。这都打不过，真的受不了了！哎呀，这个战士人好厉害啊！这个人是什么？又是什么四兽人三法师？这阵容有点东西的。哦，这个巨魔真的是弟弟吧？啊，我烦了！这不送分吗？别人八连胜了，完了，我就炸了呀，老哥！还揉不揉存钱吧，揉一下，揉一下存钱，可以，好起来了。
你看得懂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啊，他一个，哎，哦，快，好起来了，朋友们，这一波要翱翔了，可以，就这一刻又开始翻盘了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没问题。现在第一出来就按在地上锤，这是什么阵容？骑士灵有用吗？是吧？丝毫没有想法，他这个阵容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的阵容在后期是在挨打。好，我这边完美崛起，一手王冠，垃圾东西扔在旁边。OK， 完美。然后呢？我觉得我现在完全不需要揉，我现在阵容强无敌，好吗？就这样站着，直接一波把他们打熄火。你看第一名这个没有灵魂的阵容，他为什么是个小僵尸啊？这个人，他现在想转骑士，转得动？第一名毫无畏惧，这个人，来，兽人三法有点厉害。这个人德鲁伊没有灵魂，妈，地精骑士没有灵魂的。OK， 我这一把赢了，吃鸡包吃。这打谁啊？打第几名啊？打第一名。他这个没有灵魂的阵容打得过我，好看，是不是？我们这边巨魔好起来了，看到没？这个第二名被我按在地上锤，哦，这个第一名是被我按在地上锤。这么厉害了吧？他是什么？我怎么没看懂？这么混搭，把自己混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受不了了！哇，39血，我要暴毙了吧？啊，我这一胜一入一败的，我有点烦。把王冠修复了，你早说呀！就是这个王冠没带上来，好 ，OK， 好起来了。我这边二星的这个。升一级，萨尔一上有了，朋友。是的，萨尔把大招一扔出来，一切都好了。不讲道理，什么骑士买两个 ，OK， 又好起来了。哎，有了呀！你让这个第一再来跟我挑战一次，教他做人好吗？我萨尔一个大招，一沉默，月骑这个疯狂输出，不讲道理的，这什么啊？最后一名吊起来打可以，这个人送分宝宝，有办法是吧？萨尔一个大招，这不一切就好起来了吗？看到没？按在地上锤，你有办法，对不对 ？OK， 炸裂，这波强起来了呀！反手等我一下，等个小巫医。哎，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呀，我感觉我离这个三级月骑还有点远。是的，你来就不远了。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哎，下一波很关键的，下一波有点怕，我还是再揉一下吧。好起来了，老哥，我是不是再揉一下？再来个巨魔。好起来啦！再讲道理，再来一个，月骑呢？就这样吧，得接受吧这个局面。是的，这第一名教育他，小弟。是的，打他一手弹弹乐，萨尔一个大招，直接教第一名做人。好起来了，朋友们。你说要办法，刚好砍40块钱，给1块钱利息，哇，4块钱利息，我真的上天了。OK， 把第一名教育了，你有办法。蝙蝠不配三星 ，OK， 把它卖了。说得好，蝙蝠不配三星。OK， 我这一波上天了呀，扭转乾坤，你有办法。这不一切都好起来了吗？再讲道理，揉一下，来个月骑。讲
道理。是不是要好起来？哦，萨满不配三星。哟，好起来了，朋友们！一轮新月，一轮新月。我的天，是不是上天了？谁打得过？你有办法吊起来打这个暮色第一名？教你做人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巨魔骑士流，给我弹起来！三星月骑，直接撒一个大招，全体沉默，重回荣耀榜第一名，有办法？这就是实力。林野森林又安全了。OK， 你有办法吗？刚好又砍四十的利息，完美。NEC 要拿。哦，拿了往哪里塞呀？不要萨尔吗？真的不要萨尔？啊，不要萨尔好不起来呀？行不行？你这样跟我，我这人比较单纯，你说什么我信什么的，好吧？你说什么我信什么的呀？我现在已经把 NEC 拿了，生人口。哎，你早说呀！哎，我来不及了。我生个鬼的人口，我啊，我真的要苟苟一下，你让我生人口，我这生这离着十万八千里，这还生三下，真的动？你确定要生？生了没钱了，没钱了不就自爆了吗？朋友，能生吗？不行吧？啊，我要存钱吧，你别瞎交了，我刚才四十块钱挺好的，这生了怎样？等一下真的打不过了，你们这一波你要背锅的呀？你不怕背锅吗？啊，可以，又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一切都好起来了，还升吗？升吧，升吧，都叫到这里了。萨尔一上，实力挂机，这一波打不赢你们背锅，我不说了。萨尔带个铠甲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大招放出来，好吧？放出来就可以去死了。啊，你已经让我极限操作了，我这一波就等连胜了，不连胜我就炸了，好吧？慢慢升，我升完了，你跟我讲慢慢升？哎，你这个人真的太坏了吧！我炸了，可以，我这一波直接暴毙了。这个688自己人把我按在地上打了，可以，我真的是被你们害死了。哇，15滴血，保持50利息，我生完了，你给我讲这个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再也不想听你们讲话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我好像水平还可以，我不能听你们讲了，我这一波真的把自己害死了，我炸了！哎，他们这个三法流太恶心了吧？我完了呀！混沌骑士还要吗？我觉得养不起来了，不要了吧。啊，我真的是爆炸了，好吧，我真的是这一波实力升级把自己升炸裂了，我现在就疯狂roll了。潮汐猎人锁一波吧。啊，锁了个鬼，这个潮汐猎人也不知道往哪里塞，我就知道不应该要这个 NEC， 你知道吗？我要他干嘛呢？这不是害自己吗？我就为了这双亡灵捡一点破甲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好吗？好不起来了呀，朋友，我就不应该要他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来一首巨魔，谢谢，不然我真的炸了，好吗？你让我苟进去，就一首巨魔，一首巨魔或者一首死亡骑士都行，快点让我好起来，让我好起来，好起来！巨魔好起来啦，朋友们！哎呀，买不起呀！我是不是好起来了？哎，我这买不起啊，我锁不锁啊？锁不锁啊？
这怎么办呢？ NEC 是核心，双王零三数是不好吗？可以，好起来了，看到没？这个人升了两级后，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。锁了，锁。锁了，锁了，锁了。啊，赢了可以直接买呀，赢了。这不翱翔了吗，朋友？讲道理，怎么说？揉一下，揉！干扰者，要穷的买不起，我这顽固鬼。哎，我好烦呐！我再锁吗？可以，下一盘一定要赢，赢了我直接买。让我赢好吧？是的，这个第一名，我就说他的灵魂，他的阵容没有灵魂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双全能骑士？你有办法，第一名断开连接，好样的，果然是自己人。这个六八八这个兄弟还是有点东西的，他断开连接，我这一盘有机会。就是这个六八八，他断开连接了，打他，他不要丢大招，哇，两个大招全部刷没了，这怎么打？月琪站住，疯狂给了两下，果然六八八自己人，在最关键的时候被我连胜终结了，你有办法吗？直接干扰者一买，有了，一切都好起来了，朋友们。OK， 翱翔 ，NEC 要放后面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一盘一切都好起来了。这个人真懂事，嗯，讲道理了。三星乐器无敌，是这个说法。再讲道理。怎么说？揉一下，就是你兄弟，一切都好起来了，这不上天了吗？可以直接挂机上厕所。是不是好起来了？我刚赢了吧？哦，打的野怪，抱歉。你给我丢大，你给我站住，都丢给他。这不翱翔了？我没什么可以补的了，无欲无求。翻了，是的，就十五点血，谁打得过？全部加做人好吗？月琪弹弹乐，不一开，你有办法？萨尔大招一扔，哎，你挨打挨了这么久，大招丢出来好吧？哎，你真的是不懂事，这个萨尔。好，没事，这个阵容很强，按在地上打了，完美。你有话说，无敌节奏。等时找谜团可以，存钱生存钱找炼金，没问题，就这样等着。来不来？就存钱了，现在谁都打不过我，好不好？嗯，有办法。这波不就翱翔了吗？快点。嗯。揉一下。这不揉一下？好，谢谢七点半不见你人啊！我七点半经常在的呀。存钱可以存一手，我慌好吧？咋地？是的，就这一波，这个人根本就打不过我。这谜团，哎，这谜团这么大丢出来，萨尔呢？我的萨尔大招扔出来没？
哇，这个萨尔真的是，哎，这扔还不扔了啊？扔过了吧？不可能这么巧不扔的。OK， 萨尔直接被恩伊斯一口奶了起来，反手过去把这个兄弟打死了。OK， 五连胜，看到没？重拾荣耀巅峰榜第一名，有办法，兄弟，是不是继续存？是的，肉一下好不好？忍不住啊，肉一下呀！哎，好像没用啊，这个养不起来了呀，要不卖了吧？我觉得大哥有月旗就行了，这个养不起来了吧？要不卖了吧？卖了凑点利息，你觉得呢？卖了吧。卖了，不要，我觉得我养不起来。他如果下面出一排巨魔，我就把自己电脑给吃了，不可能出来的。有用吗？给我大招，打得掉！哎，好痛啊，这个大！哎，是什么？可以，这个 GGC 一波被我打炸了，完美。他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压力，但是我们夜曲实力站住了，你看没？水晶剑，你怕不怕？是吧，巨魔现在就是个弟弟，不用管他。然后呢，现在什么都不要，揉一手还揉不揉？再揉一个吧，揉一这，哎，这又来个巨魔，无所谓，不要啊，就揉。我觉得现在已经掉了，实力随便浪了好吧，揉到自己想要的就行了。巨魔战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早知道养得起就养了啊，算了，不揉了，就这样吧。从 NEC 萨尔我也知道，我觉得我把 NEC 萨尔九人口直接打赢了，好吧，这个兄弟打得过我，按在地上锤是吧。三星敌法师有用吗？这什么688自己的兄弟可以掉线了，就是因为他这波掉线很稳好吧，过来送经济，直接卡20经济给我两个利啊，给我两个利息，是不是很稳？我们这个阵容不可能打不过别人好吧，即使他掉线这么久，他打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。我还是有点小慌，这个萨尔必须出来了，这个二级萨尔率先沉默很关键，叫老哥。啊，这又有巨魔，哎，这啊，巨魔，我们怎么说？可以最后一波，啊，我只用打这个688的兄弟 ，OK， 他炸了，赢了呀，随便揉一下萨尔出来，好吧。哟喂，这来我的这个操作有点复杂，没有，还好是打的这个。哇，服了呀，小老哥，你这有办法，直接锤他，巨魔整个人嗨起来了，活力之球直接给月旗好吗？上天了，抱歉，我赢了呀。活力之球一拿 ，OK， 好起来了。你有办法，这不就赢了吗？无敌上分，你敢信？好，打这个兄弟，让你打电话，一波带走。嘿，有办法吗？游戏结束，再见。哎，可以直接爆炸，有办法啊、哦！massacre， 为什么就给一颗糖啊？骑士七段，可以，我的段位马上一步一步的好起来了。我这一波巨魔骑士流有点东西吧？我感觉我还是会玩的呀。可以，漂亮，完美。杨大，你是不是该吃饭了？炸了，完美。打王者不打取关了，七点半打，好吧？你不要这样说话，你这样说话很讨厌的。哎，打 DOTA 2000。